那是男女之间在讲的吼。啊，放弃台语边啊讲，放弃吼，放弃。唔是放弃哦，放弃，放弃，刚才放屁，放弃。好啊，古巴独立成功，啊，咱台湾甲即马地位未定。啊，其实这问题出在这，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哈、哦，建后拢那殖民地开始这样独立，哈、哦，建国。啊，咱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无都独立出来，哈、哦，问题是出在这，哈、哦。这就是安那第二次世界建后，本来都五十几个国家呢，它会一直蹦蹦到即马190几个国家，哈、哦。就是拢是殖民地一直独立。来，过来，咱来看菲律宾的建国的模式。啊，这同款伊嘛是巴黎合约，吼、哦。为西班牙，美国为西班牙摕到菲律宾了，啊，菲律宾嘛有飞毒，吼、哦。有几嘿？啊，因有反抗军游击队，哈、哦。不止去骚扰美军，而且他们台湾同款，台湾嘛就台独，啊，菲律宾有飞毒，啊，菲律宾的这游击队去打美军，打了就为这个岛走去那个岛，啊，美国的军队去甲抓，吼，安尼这个岛走去那个岛，美国抓到头壳疼个，尾下阵甲召回来讲，来，你给我管，哦，管十年，哈、哦，了我甲，和你菲律宾独立建国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。但咧中间啊，1937年甲苏联中间，日本去拍马尼拉，三个月就甲菲律宾退开，哈。啊，是安怎有法度遐紧，就去甲菲律宾退开，就是咱高沙族义勇军有真大个关键，伊个丛林战、游击战非常个优秀，毋免粮食，伊敢若一支反倒炸咧，行路拢无声。暗时啊来摸杀美军一个人安怎死的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这都像个鬼呢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然后来就死一片啊呢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美国迄个日本武将足冲进咱个高沙义勇军就是安尼。全世界会使讲第一支特战部队就是咱高沙族，一支反倒出去就好啊，伊家己会当在丛林找物件食。你免讲啥物，着去后勤补给。美军啊，若要战争啊，后壁补给着爱准备较足够些，爱有可乐，爱有口香糖，爱有粉。若无着无没有战斗力，哈、哦，哦，不着枵死啊！哈、哦，巧克力着嘿。啊，所以咱只高沙族足厉害，伊原底着拢伫山顶啊，要安怎做陷阱来掠小动物来食？哈、哦，啊，啥物植物这个食伫咧，这个是跟进的，食伫顶管袂食伫，伊拢分较足清楚。所以你比较菲律宾嘛，就拢丛林啊。啊，你个东南亚遐个南太平洋战争，遐拢嘛丛林。哦，所以到尾啊，咱台湾台湾兵会当正式变军人，迄是1941年以后啊，哈。好 ，OK， 过来，咱就话讲，啊，就是麦克阿瑟哈，迄个伊本来是伫。菲律宾做总司令，啊，咱高雄的这日本的航空军系甲伊克拉克空军基地，菲律宾拢炸派，摕到日本兵摕到制空权，就会摕到制海权，所以美国足紧就败啊，所以伊甲菲律宾拢炸了，一直做为撤退去澳洲，啊，啊，所以麦克阿瑟这世人上闹亏的就是失败。譬如咱的日本兵跟咱的台湾军甲打败，所以伊怨切台湾人，怨切甲伫战后，迄阵伊就是西龙讲叫中国上澳塞、上占卜、上到早期的中国人来甲咱管、来甲咱糟蹋，吼，咱就是迄个安尼报一个陈列冤狱，吼，咱甲囡仔真艰苦，吼，好，啊，日本投降了，美国伫。1947年七月十日，确实伫美国合作下，帮助菲律宾建国成功。啊，你甲注意看，七月七日，
美国的国庆日嘛是七月七日。那么2010年的七月七日，美国嘛是甲咱台湾民政府伫美国华盛顿特区挂牌，迄、那个日期嘛七月七日，所以这个七月七日足有意涵的。而且隔了两个月，九月七日，佮替咱伫华盛顿特区的四季酒店。台湾办那个成立台湾民政府成立酒会，啊，啊，这九月七日嘛，足有意涵的，就是旧金山合约1952年九月七日签署，啊 ，OK， 好，啊，咱来看立陶宛建国模式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，去予苏联并吞，因为伊拄啊伫个苏联的西南边下骹遮，哈，啊，咱甲做伙一声就要并吞伊啊，建后就要并吞。1990年的三月十，因的民间议会宣布独立。但是迄个时阵，国际社会观望，大部分较大个国家拢无甲承认。英雄阿爹已经唔系算真，也算假哈。但是立陶宛人的国民因对这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，所以投票率低于50%哈，差不多30几%。啊，所以迄个投票率遐低，国际都无承认苏联统治的合法性。哈，赶快，咱台湾即马。占领军嘛是替咱办选举呢，吼！啊，咱也对伊堪咪选到欢喜个呢。台湾敢若两种人呢，你会记？一个本土的台湾人，剩的拢拢外国人。1945年九月七日，迄阵住伫台湾的，包括伊后代，拢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后壁过来遐，拢拢外国人，你安尼来甲分就足清啊，吼！莫讲迄外省人，台湾无外省人。因拢总叫做中国人，你若甲伊叫做外省的，啊，咱就变做本省的，咱煞变伊的一省。吼，啊，咱爱讲因叫做中国，迄边的叫做中国，唔好讲大陆。因若大陆有啊，咱阁变小岛，咱又阁矮一截。吼，啊，唔好讲省岛，迄无外省啊，迄油吹着拢爱钱啦。哦，迄毋是省岛，迄叫做台一线，台湾第一条的纵贯线，叫做台一线。日本人替咱设的，日本人来台湾全岛交通是无连接的呢，拢去遐河川切断的，落水溪、淡水吼，像高屏溪，较早都下淡水溪，吼啊北平了做淡水溪嘛吼，淡水河，吼啊个台南都咱做者东西向的河流拢切断的嘛，啊所以一条一条族群讲的话就不同啊，吼话语就袂通啊。好，所以有足侪族群就是安尼来。OK， 过来，1991年九月七日，伊完成独立吼，伊这个是因无要参加苏联的选举，啊，因家己办公投选举了，因就独立嘛。苏联看大势已去，说苏联率先甲承认哈，啊，这就是因立陶宛抵制选举的意思哈，啊，这嘛是奇怪，咱台湾人来去参与。流亡中华民国选举吼，啊，这就是中华民国放一个毒给咱吃哦，啊，咱吃已经吃掉了呀。即马台湾人足爱选举，足爱去做官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就是官癌，吼、哦。嘿，啊，大家拢已经吃到输掉了呀，吼、哦，迄毒瘾拢掉了呀，无算的艰苦。哦，比如讲，咱去年。小英咧选举，咱开始咧宣传讲，咱卖去参民选举，因为伊是咧选流亡的总统。你来看达赖喇嘛，伊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，因遐做一个政府，流亡政府。因咧选因的总理的时，敢有叫印度人来参民选？无啊，印度人嘛无咧遐讲，吼、哦，伊是走路来遮的。因咧选因的总统，因咧选。咱卖去参民选，投票率那低于50%，伊就无台湾的治理的正当性，美国就请伊走。哦，啊，这嘛是美国先啊，叫咱爱发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爱先甲台湾人叫先，你是本土台湾人，哦，你若本土台湾人，你的 class 分类加 TW 啦，吼，等下去讲，吼 ，OK。所以咱应该对这任何中华民国流亡政体的国级的选举啦，吼。好，啊，咱过来看琉球反乱模式哈，参考看嘛哈。1952年的二月二九，
琉球的民政府成立，因嘛就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拢有哈。啊，因迄阵1948年到1958年是用美国的美巡军票代表的金钱来流通哈，但是1958年以后就开始用美金哈。啊，1970年伊还袂回归当个日本以前，琉球人要去日本的本土，就是迄个四个大岛哈。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，因为琉球唔是国家，啊，但是佫是日本的境外，啊，所以日本的琉球人要去日本的迄四大岛，啊，比如讲要去东京做生意，创啥，伊爱去甲琉球民政府申请旅行证件，类似 passport， 好，啊，就写着呢，啊，这旅行证明书，啊，这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，好。啊，那么咱即马，咱台湾人同款，跟琉球类似，吼、哦，咱唔是中国人，所以咱袂使摕中华民国护照，咱应该爱摕美国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。即马咱一直咧要求吼、哦，已经有送件去咧申请吼、哦，啊，美国的行政部门，吼、哦，跟国防部要搁咧瞧了对吧？这就类似啊 ，travel document， 这是美国发的，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，咱原来会摕到类似这款的，哈、哦。OK， 啊，这里若摕到，咱就是美国全世界170几个国家免签证，咱摕这本同款是免签证，哈、哦。OK， 即卖因中华民国咧讲，因即卖摕中华民国护照免签证，假，你嘛是爱上网去电子签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就是免去。美国 AIT 在台协会面谈了呢，吼、哦，来，啊，你就要注意看，1971年的6月17日，美国跟日本签一个琉球访问协定，就是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，甲要求讲，请问我阿哥付你偌济补偿费，吼、哦，你可要甲琉球还我日本？结果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，伫1969年，吼、哦，就讲。32,000美金，那么伫迄天签，把这条钱付清了。那么伫72年5月15日，尼克森政府将琉球返还给日本政府，啊，啊，这属南洋岛，啊，你注意哦，无办公道，啊，这是日本政府的意思，唔是琉球人民公道的结果，哈，好。那么咱即摆来想讲，先来美国。不爱和咱台湾公道，美国的看法就是讲，恁台湾人拢许个价格一半以上拢变中国人，你若公道就稳输的，所以伊不爱和你公道。啊，咱拢讲，嗯，啊，你唔是号称美国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，啊，恁家己拢咧公道，怎样阮台湾人袂使公道？美国就咧惊讲，咱会投票投输。你甲想，那你甲看，2008年谢中鼎跟马英九咧选。你若甲迄年、含旧年、小英、含曼就算，拢甲当作统独公投，哎，咱拢输呢。你看2008年，咱输200万票。啊，旧年小英的声势遐好，三猪小猪安尼热呼呼，嘛是输80万，吼、哦。所以美国因有派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咧调查台湾的状况，所以美国对台湾足了解，所以伊无爱互阿扁办公道，就是拢遮个问题，吼、哦。因台湾人拢爱袂觉醒，吼，拢要做堂堂正正中国人，吼。OK， 好啊，啊，咱就是这60几年来党国教育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拢要教做中国人，认同中国，看袂起台湾，看袂起台湾这个老母就对了，吼、哦。OK， 哦对了，啊，这我那讲过了，哈、哦。OK， 啊，咱呐，真正个办统独公投，结果将变成统派之台湾。因为马英九拢要叫因老爸，迄个终极统一的哈，啊，恁拢要选落迄个，啊，外国人咧看讲，啊，恁家己欢喜甘愿的，要做统派，要和等于要阿强啊合法并吞，因为那依照国家继承论，哈，伊是在继承中华民国，哦，啊，你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哦，啊，中华民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继承啊，哈。啊，这是合法的嘛？国那为国际法来讲，这合法的有可能。到时阵美日
恐很难插手干涉，因为这是恁民主所公道出来哈。台湾人的沦入勇士浩劫。OK， 好，好。啊，咱台湾呢，如果啦哈，如果台湾独立建国后要负哪些责任、噶义务、啊噶风险？好，来，台湾人爱家己纳税金，啊，台湾人爱家己去做兵来保卫台湾。哦，啊，那边税爱来买军事武器。哦，啊，这都代志大条呢。哦，台湾人都该不爱纳税，嘛足够无三种足歹去做兵，啊买武器，啊毋捌咧摕开用，人美国起码讲啦，差不多正十年吼，啊这武器都要过期，啊都发来找看对一个较罗马国家好，伊拉个啊拍，甲旧个得要过期的武器啥啦，来试看好用无，啊歹用个佫改良，哦咧做实战的参数的取得哈，啊咱也袂使后袂拍。家己发明的讲，我不会随便乱打。我来甲人甲美军的官员保证，阮这袂乌白讲拍吼。好，过来，那阿未加入联合国以前，爱家己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。哦，迄阵其他国家无法律嘛，无义务出兵来干涉。我来用丁东帝汶独立建国做例。东帝汶就这个吼，这东边这个叫东帝汶，爱边啊谈咱台湾讲啊。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，就是印尼。哦，咱台湾边啊罗马国家就阿强啊吼，同款。结果东帝汶伫1975年10月28日从葡萄牙独立，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。但是阿未赴加入联合国，到刚刚就迄个印尼甲入侵，占领。啊，伊家伫76年7月成立为印尼的一省，叫做东帝汶省。啊，这个中间20年的统独抗争，死到尾10万至25万人死去。哈，过来，结果1999年8月30日，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来举行全民公投，当然大多数的东帝汶的人拢同意为印尼独立建国出来。伫公投到当年的9月下旬，差不多一个月时间。印尼军一个台独的情绪的东帝汶啊，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，造成到今仔东帝汶要去全世界足散赤落后的国家级，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国外来给它援助。大家思考看卖，啊，这敢是咱要独立的结果？啊，你甲看，为美国占领地独立出来，古巴有较好无？没有。为像菲律宾嘛是独立建国，有较好无？菲律宾当时要美军伫遐占领时，因菲律宾的人来台湾佚佗，台湾人卖伊物件拢卖较贵，伊拢买去，所以拢方讲号做旅送客、旅送客，趁啊就对了。都拄啊像中国开放会当探亲吼，啊台湾人去遐佚佗，本来1元人民币的，伊今嘛甲你开5元。台湾人也买，过来开10元，你嘛买去，啊！这人家呆包，含李松科讲艺术啊，好、哦，本来咱钱足大用，足好用的啊，啊！所以菲律宾本来是足有钱的，独立了说，今嘛拢爱输出全世界上济外劳，好、哦，独立干有较好，好、哦。后来啊，咱过来，他们都讲一线之隔，咱用墨西哥州。看墨西哥国，哦，这台白西哥啦，讲台语可能较好讲。这个墨西哥州，这个白西哥国，灰色这墨西哥啦哈。这个是迄个美军占领，哈、哦。啊，你看这个边界，哦，做个墨西哥的人拢要偷渡。乌地啊，倒也好啦，吼，爱用弹跳的吼，跳过迄个篱笆墙也好，啥物出头拢有吼，都一直买入来只，啥物原因？即许个军事占领，即边较好趁食，即边歹趁食，吼。后来，啊，你看，那加拿大吼，跟美国这个边界，因这州不设防，你毋捌听到讲加拿大的人要偷渡来美国，还是美国人要偷渡加拿大？因为两个国家最近还有平和哈 ，OK， 啊来看下，一海之隔，
共产党军占领红色中国，美军占领台湾，哦，一海之隔，哦，当然，咱嘛是要有刘洪章代理占领了哈，但是起码有美国的监督之下，咱总是要搁较自由、较民主、跟这边比安尼来讲啊哈，所以，和美国占领敢那袂歹款哦。OK， 咱若伫美国军政府的管辖下，吼，家己管家己啦，吼，会当免税、免做兵，吼，啊，这台湾人一定较认同的啦，吼。好，啊，国防甲军事费用，美国爱负责，像家己爱搞占领，哦，你搞占领，你来顾好，唔好阿强阿退，吼。所以一个小可，台海1996年的台海危机，美国就随派两只航空母舰来，吼。啊，先来定位来建设咱台湾，变作东方的水师国吼，即、哦這个理想的家园吼、哦。OK， 好。啊，咱来检讨讲，较早阿扁啊做总统时，拢作想讲要用台湾的名加入联合国吼、哦，来申请入联。来，啊，但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，吼、哦。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？吼、哦，那照我头拄安讲，要唔是嘛吼？哦啊，咱嘛会当来个鉴定讲，是毋是一个国家有这四个标准？吼、哦，爱有人口，爱有领土，爱有政府，爱有外交权。好、哦，咱来看，这个人口，咱今暂时所提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，视同中国人。啊，咱实际的，咱是日本的臣民，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子民啊，所以咱是日本籍的啊。所以台湾国无人口，吼、哦，这块领土台湾甲平洋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台湾国嘛无领土。不过有啊有政府啊，即嘛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是中国人的政府，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，嘛唔是你台湾国的政府，所以嘛无政府。有啊，阮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，你甲提伊个建交公报出来，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，看遐个。小国家用钱买做签落来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四项拢无，所以台湾绝对唔是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所以唔是国家就无法度加入联合国。OK， 好啦，好，台湾目前的地位是日属美占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，吼、哦，你袂当讲台湾国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唔是国。卡苏台湾呐、啊，真正讲要建国，咱就用卡苏假如啦哈。台湾要建国，你嘛爱照国际法律有五个步骤，爱一步一步来。后来，美国军事介入，爱入来台湾，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哈。台湾治理当局爱个终结，和台湾民政府，咱家己来管家己哈。啊，台湾爱个跟嘛中，那日本政府，咱的母国爱个跟美国。来签一个台湾返还日本，好、哦，一、这个条约，我都像琉球返还协定安尼，吼、哦，看爱日本政府爱付偌济钱给美国，美国甲要甲台湾还给日本，吼、哦。那么咱的日本的母国，咱爱去拜托伊参众议院订立一个分离条款，这个法院做法院，咱依据这个法院，唔卡会当来台湾人公道来决定，讲要阁继续留在日本母国。也是要家己独立出来，也是要跟美、咱日本美国做一个邦联的吼，迄个连结的关系。啊你，你来照这一步一步来啊。啊，咱即卖唔是呢，为头前只一只就跳来到后壁去啊，这拢袂要插人。台湾唔是无主的呢，台湾有主两个主人啊，一个是土地所有权人，是日本的天皇。第二个是债权人美国，因为你日本去搞拍珍珠港，啊，我跟你收钱，我美国的航空母舰，我的飞行机，和你拍灾了，拍沉灭者，啊，我的美国大兵也死遐济人，你日本敢免赔？啊，日本无钱，只好就甲琉球啦，还是台湾片哦，当作抵押品呐、啊，甚至抵押伫美国的手里呐。那么琉球因为伊已经钱付清啊，吼、哦、赔偿啊，迄战争债赔了啊。那么台湾这个战争债还袂赔，你拢无要想着日本天皇的所有权人，
啊是美国这个债权人，啊，你就一声就跳来这公投变作恁台湾国，啊，你把我美国看作俗佬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啊，咱过来看，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要重返联合国，好，1971年10月25日，联合国的2500号决议文，伊的意涵就是讲，将代表中国的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。包括其他的国际组织，哈。那么其实，伫联合国的岛啊，甲诶名牌，哈，拢总是要搁是中华民国。伊啊嘛拢要伫，只是这个伊啊换人者，即摆换上者，换毛泽东的代表，哈。好，啊，伫国际法的定义，哈，中华民国伫1949年已经死啊，哈，所以无法度搁代表中国，哈。即摆敢若剩金门。妈祖这个残余国家，哈，一些残余国家，哈，啊，你中华民国已经死啊，要安怎还联？一个死人要安怎还联？啊，台湾国还未出世，要安怎入联？啊，一个死，一个还未出世。好，来讲这个故事，哈，这个有三个神经病，哈，啊，就送去关伫迄个。精神病院，啊，那么伊每三个月医生拢会叫来伊迄个诊疗室，佮啊重新审查诊疗，看有好无，若好就会当放因出去。啊，这医生就伫个白墙壁，用签字笔画一个门，画一个门把，甲因三个讲，啊，恁三个好啊，会当有遐出去啊，两个人随撞起来，你抢迄两个迄个门把，抢要出去。啊，另外一个拢坐伫遐老神在在，啊，医生讲，嗯，安尼这个有救，迄两个无救，啊，就甲问讲，诶，啊，你好啊，你来不爱出去？伊讲啊，迄两个笑诶，啊，锁匙伫我家，伊无甲我摕锁匙，要哪出去？哇，啊，我唔，医生头讲，哇，啊，这煞搁较严重，本来就讲这个有救啊，哦，啊，咱来检讨这三个。这三个伊拢无承认讲有病对吧？好，啊头前这两个冲去开门的是较无台湾意识，无独立思考能力。啊，这国民党敢那训练到台湾人无独立思考能力，无党无派，对不对？人讲伊就牙香对白就行，对不对？无独立思考能力，人讲啊安尼好，啊就安尼就做啊。第三个这是。独派人士就像我这款嘞，好，我看到那独派，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安尼啦，都，我们民进党都上大党的，台湾上大党的啊，你无来看阮夹，啊，恁才几千个呢，你无来找我，要建国较有可能，要独立较有可能，就这个意思啦，哈。啊，这个医生就是咱 TCE 的成员，伊拥有正确的国际法律。这就是咱常来讲，咱是法理学院，咱讲的是国际条约，咱咧讲的是法律。法律的物件无咧讲感情，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，哈。拄啊像交通规则，红灯就是爱停，绿灯开这样通行，全世界拢安尼啦，哈。拄我听讲较早期的共产党，因是红灯会这样行。啊，绿灯爱停的，我是有听安尼故事，唔知有影。哦，无全世界交通规则，国际法就是国际法律，就是国际交通规则。哦，得敢那差一个，你是左驾，日本就左驾。哦，啊，美国就拢右驾。啊，唔，讲得变个吼，安、哦、尼、啊、就知影吼。哦，啊，那像安尼要安怎交流联合国？吼、哦，其实有办法，就是咱那、啊、美国军政府里边。好，啊，咱若治理较好些了，啊，咱要求美国和咱附在伊个边啊，做联合国美国个副会员，就敢若讲，咱去办信用卡，啊，啊，男主人是正卡，啊，太太会当用先生个名做副卡，吼、啊，讲这意思，安尼，咱就加入联合国啊，就啥物各地组织都拢会当参加，吼、啊，包括啥物国际航空，吼、啊，即个。这个协会哈 ，OK。
后来啊，咱理想的建构台湾未来的模式，安那，就美国军政府咱台湾民政府吼，家己管家己吼，啊也是立陶宛呢拒绝跟中华民国合作啦吼，啊我投票率低50%，或者是用琉球模式，还是跟日本结为邦联，还是联邦吼。啊，检讨讲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吼。咱台湾人作地拢会讲，啊，咱太无爱叫美国拨经费，互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租金，啊，无即马呢，拢也无无款啊，艰苦噶，吼。这冷气是去年7月较到呢，今年阮规年拢无冷气好吹呢，吼。我恁自己阁必须特别要优待，买旗杆送民政府旗，这从来毋捌有诶，所以恁等下啦，有机会赶紧买哈。啊，讲啊，那无要叫美国军队赶紧入来占领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中华民国赶出去金门马祖，吼、哦，诶，啊，咱爱想好呢，咱爱知影讲，咱跟美国是敌对的呢，啊，咱即卖是被占领者，美国是占领者，这个上下位阶，啊，美国对咱台湾民众有两项要求，咱敢准备好，就是讲爱训练4000个。诶，储备干部吼、哦，要接政权呢，啊，41万呢，收银证，咱即项人拢还袂做教育呢，啊，咱敢若讲，诶，职员叫当组长，看到当组长，诶，当组长，啊，变做垃圾咖喱，他无爱扫扫诶，下骹诶人咧指挥顶管诶人，讲你要安怎做，哦，咱遮咱就是拢巡逻咧指挥头家，哦，无要搞清楚，咱来讲每个一个命令，咱就一个动作。莫计较，咱就一步一步稳扎稳打，咱就会摕到政权。吼，美国就甲政权交咱。吼 ，OK。好，台湾是一个未沉的航空母舰，这麦克阿瑟讲的。吼，啊，咱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。吼，咱唔好有马英九煽动，马英九吼利用迄个去年的马基奥的事件。吼，马基奥跟面一个日本朋友、男朋友。拍台湾的司机有无？吼、哦，电视安尼透早报到暗，报到朝夜咧报，24点钟安尼就报到一礼拜，要予咱台湾来切日本人来反日，吼、哦。啊，同款，伊用毒美牛事件，调讲要开放，敢若讲美国压力之下，要予毒美牛入来予咱台湾人食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予台湾人安尼作反美，讲啊美国人遮无良心。咱唔好中计，哈！伊都上惊咱亲美日，因为对美日安保条约保护着台湾啊，包括台湾的保护在内，哈。好，啊，恁再看台湾伫遮，啊边啊，这有一个罗马国家叫阿强啊，哈。啊，咱应该亲日本甲美国嘛。啊，美国嘛，阿强啊，定安尼，即卖目前头1500架飞弹拢对准台湾啊。我有只听想讲。如果台湾吼，那来伫遮唔知偌好咧吼。啊，讲啊，迄飞弹讲300公里，啊，都到遮就落落去，拢落落海啊。哎，若要射遮样个吼，哦，爱做足大粒，哎，拢足贵个，迄一粒拢贵啊，一美金安尼吼，伊啊，未堪恁拍几粒啊就倒啊。哦，这我惊恁拄久啊，都罔讲吼。所以我是咧空思妄想讲。哦，那民政府即阵来开国际标，都发明两项物件倒啊！全世界上大机、上大机啊，为台湾下骹寄予登，啊，佫发明上大粒的迄个眼镜啊，倒咧，啊，阵甲晒来到遮，找一个较好所在搁浅。哦，啊，这是，好，啊，恁家己去。想看有法度发明这物件无哈？啊，今仔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。啊，以后大家继续拍拼哈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